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巨人清澈的崩破元神分辨凡香毫无糖活动攻略，究极升腾的热窝，巨人清澈的崩破顺便激勇的电弧过载极化，特传导灰堕颓坏的冰人刺激边骨的寒松元神 4.7。好，这边火力天王关来最高难度，带上两个侍从爵，然后就带着自己的香菱还有丽莎来开始。这边还是一样，就是触发超载的三秒内击杀敌人，切到香菱，开启香菱，开个大，然后扔个锅巴，然后克洛琳德一技能，然后平 A 三下，然后一技能再平 A。来开个大，肉食客。笑沃雷一技能开个大，用香菱开个大一技能，见识下师傅的枪拔，然后克洛琳德一打技能平 A。然后开大，恶劣邪魔。开大。别讨厌，丽莎开个大，特别胜你哦。这边就是打反应。呀。不是豆哈。扣啊别。讲不通，有打扁了。有只怪好像没打上反应。行之以法。可以垫一垫了。动静恶孽，浊孽鬼影。热火热火嘛，哦，认真。他见识下师傅的枪法，哦，速成之死啊，疲惫。快一点投降吧，你的自救时刻。唱。必要武力，讲不通就打点了。好了。